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杰。今天呢，我们人在这边也是凤山区啦，只是这个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讲。然后我们有发现这一区这边全部都是那种很老旧的机台，超老的。对。然后我们刚刚在试玩一台，是这一台。这一台呢，它很够追，它够追的那个，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，它整个天车会这样咚咚咚咚。你示范一下给大家看。对啊。你看哦、喔。因为它甩一甩会松，它会越甩越松，越甩越松，然后你就看它的天车，咚当咚当，它飞起来，咚当咚当咚当。但是它现在有一点咬线，但是咬的位置不是很漂亮，所以我在想甩到最大，把它当一点多拍再打，要去算那个拍数，这样子，看能不能。对，看能不能，它的甩幅竟然那么大，我用最大的甩幅去抓，看能不能就是下放在洞口。只是这个要懂得抓拍数，因为它要变成这样子，这样子再下抓。哦。打一点多拍，这样它才能拖洞口。这样。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差不多，差不多要出货了。我感受到那个感觉。铃木，嗯，鼓掌。哎呀，为何？我怎么鼓掌？哇，小胖一样，没救。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打着打着，它就显示铃木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这样子把它坏掉了。这次台主修好了，我们上次把它打到坏掉。啊，这个是我刚刚拉的，刚刚没有那么漂亮的位置，刚刚我拉了70块。70。嗯。我在想要不要跟它拼一个极致宝。然后这台一样，它甩一甩会变这样子。这里有蚊子。是哦，好，那我赶快出货。哦。好嘞。哎，我这一下。没有极致。有啦，盖以上呢。还有。出来一下，出来，是要试着跟他拼拖，怎么出呢？用手出。他有时候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奇怪，有时候又会稍微外带。那你希望一下？给我希望，然后再给我绝望吗？我适合抓屁屁星的，看能不能把它打到那个脚上面掉下来。嗯，有了，打到它，真的是 K 到它。可是你那一盒长得很好哎，你说这一盒？对啊，可是你的96怎么办？而且我刚刚是一个很漂亮的后防线呢，然后我觉得它后防线它还会微微要往内丢，对不对？其实都是因为229，不然应该是出不来。它只能靠这个方式出货。对啊。至少我们要把上次它宕机的钱赢回来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又来了。翻掉？为什么竟然没有哎？很漂亮的捏到最后端呢，我以为会出哎，我也是啊，它的角度超美的、啊，感觉就像后翻一样，有没有？卡爪，我刚刚差点直接外丢，刚那个是卡爪角度呢，丢啊，飞过去。这个要出来，不能。而且它甩一甩会越甩越松，越甩越松，越甩越松。但是因为这样被你甩坏的吗？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应该是吧。应该不是吧？我打台那么怎样？温柔。
可以吧？对啊，这个看能不能出来帮我一下。没有。看来帮不了。看来又是跟得像我们刚刚那样子一个。可是它旁边有一颗啊。没关系，试试看。补回来了，补回来又。上次当机的，上次当机的全补回来了。希望。啊？我希望。我。回去的。最值钱的反而在最里面。回去那个洞哎，现在只是差别，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做过来？这个角度可以。你说直接外丢吗？挡去前面。好，我这个先。在它甩的过程中就直接脱钩这样子、啊。对。这个吗？没有，我先把这想的没完美呢啊、哦。出来，加油上档。这样其实好多了，至少没有那么的感觉，那么空的感觉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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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费十块了，哇，怎么办？它可以卡线吗？卡不了，我刚有想说要卡，就上次啊，上一次我试着要卡，卡不了。啊！你要浪费十块，为什么也要赚二十块了？没办法，我这个甩幅一定要做到最大，它才有办法往前面那一个那一个。那我先在这边甩松一点。好。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明明叫我外丢，哎、欸，它是要松掉。靠挡板、啊。对啊。还有吗？欸、还有吗？看起来是没有。没了，松了。一个下放。那刚刚真的是下放啊。对啊，刚刚那个下放。啊，刚好不是正枪了，不然就死定。对啊，没有他这个要打到正枪位，其实很有难度的。难度很高啊，要打到正枪位的话，来吸过去。哦，这个45度角，看能不能一个大丢了，大丢跑去正枪。死黑盆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有点空啊，空虚寂寞。过去，哇！拉出来。嗯。你，其实这样子是好。真的吗？嗯，然后这个再过去一点。只上一下，直接弹洞口。往前撸。哦。有没有？就是靠这一招。只能这样子啦。刀。那你那个洞要不要打？有那么多钱、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这门一点，哎呦，你差点跟着动。再来一个表现嘛。
鲁夫、啊、后面一个洞，一个洞，一个度，一个洞，一个洞，咔。这样写手比较好了，我们那你这个怎么办？我们写甩试试看能不能后螃蟹后到一次。放！哎呀，差一点！拖！哇！不是拖那里呀、啊？艾斯，出来吧！拖！刹车哎、欸！来一个机会，放！这角度，放！你不是说你要后螃蟹？握不到啊，我也想握啊，握不到、啊。不行，他还要往前。对啊。下面帮他铺路。哇！这样算完美吗？那一盒要过去吗？他以为他卡。卡在那个洞、欸，怪。但是它跑出的话，有可能我抓起来它会丢到那里。打到艾斯。嗯。但是只是不能后，绝对不能后。还是你那一盒要进去，那一盒另外一盒。应该是后螃蟹，后螃蟹，然后它其实好像是没有丢到它，好像一点点碰到一下，碰到六百打六七百，不要了不要了，没有它来了、啊，它很重哎、欸哦，现在很开心的，没有它就是拼全包，自己难骂，是给不给玩？反正我现在。有有有有有，孩子，无忧无虑了。上次玩到宕机，对，这次把它全部一次补回来。不要，那不要了。打错地方不要。哭哭，老旧机台，看看看看这多旧。超旧的啊，老旧机台啊。我们总共第一颗很快就出了，第二颗其实也打没多少，两三百而已。第三颗多吗？我印象大概两百多有，然后这一颗打了六七百，七百算七百左右，所以它整体大概打一千左右。哦，我们一千左右打两，开心。Yes， 谁叫他上次宕机，把我的那三百多块吃掉，这次全部补回来了。报仇！报仇！好，那我们今天报仇成功，血池成功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